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玩玩游戏是神魔之塔。那我们现在要升华小杰，看他的升华的故事剧情啦、啊。大师，我终于在这一次6月21号的加倍，终于抽到了我们的小杰，而且是保底抽到的，超烂，保底才抽到，就知道运气有多差了。好。来看一下小杰的剧情，这里应该就是那只有动物生活的部落了吧？我必须要快点完成任务回去才行。此时，小杰回想起初来神魔世界与风头相遇的情形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和千和以战斗了吗？我叫风头，是在神魔世界。你想回去，必须完成我给予的任务，穿过树林，前方有个只有动物生活的部落。部落旁的大湖，其水位不断上涨，很快的把部落淹没。而你要想法子阻止湖水上涨，拯救部落。成功的话，我就会送你回去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小杰谨慎地接近，来到部落附近的树丛观察。就在寻找潜进部落的机会之际，一只狮子向人翻移，双脚走动，挡在小杰面前。你想入侵经兽部落吗？狡猾的人呢？不是，是风头叫我来帮忙的。哼，拳头才是最诚实的，就用你的实力证明你的话是否正确吧。好。哇，这家伙真厉害！哇，一次六颗哦。哎，刚好天降 ，nice， 看我这招，先出拳头，剪刀，石头，小杰挥出强大一击，狮子来不及回避，眼看快要被击中时，小杰的拳头却目力停下，但扬起猛烈的拳风，差点使狮子跌倒。可想而知，弄中了这一拳，狮子不知会有怎样的下场。是我赢了。小杰收起架势，露出善笑。狮子愕然一下后笑了起来。狮子上前朝小杰伸出手：“我相信你是风筒派来的帮手，我认同你的实力。”我靠，你们认同是这样认同的、哦？我叫莫法沙，是这部落的首领。欢迎你的到来，我叫小杰，你也很厉害。他们握手，脸上带着笑意。就在此时，鲨鱼奥托紧张的走到木法沙身旁。大事不妙了，湖水的水位又涨高了。好，来第二关。好，下一个是湖中妖怪，队友小杰 ，Go。木法沙得知水位上涨后，便吩咐奥托照顾好其他动物，自己则带小杰前往湖边。他们在树林穿梭，走在前位的木法沙突然停下来，小杰跟着停下。小杰很快便知道原因，一旦湖水已淹到前方，并继续迫近，木法沙才不得已停下。湖水已经淹到此处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部落说不定会被淹没于湖里。此时，视力优秀的小杰也意到湖中的东西在晃动，内心猜想，说不定是湖水上涨的原因。便向木法沙说：“湖里有点古怪，我去看看就回来。你先在这等等吧。”小杰，等等。其余回到原来世界，小杰没理会木法沙的呼喊，就是要跳到湖中，便潜进湖的深处，发现那晃动的东西竟是一只蟹和一只虾。他们正挥动手中的武器，大量水流流至他们的武器倾泻而出。我们要扩大大海的范围，龙王大人住的地方当然越大越好。原来湖水上涨的原因是他们。哦，来吧来吧。哦，九颗。
要把他们赶出水面才行。啊、哎呀，有入侵者，快对付他！九颗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嗯。太刚好了吧，每次都给我天降。又天降。哇，这不快点我就死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刚好九颗。OK， 先出拳头、剪刀、石头，乌鸦。小杰在湖水内挥出猛烈一击，将虾和蟹都挤出水面，飞落至湖旁的陆地上，并与圣木凶光的木法师对视。他们转身想逃回湖中，却被跳出水面的小杰牢牢抓住。抓到你们了，求你饶过我们吧！那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弄高湖水的水位了。要立刻把湖水恢复到本来的水位。知道了。正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时，却不知虾兵蟹将对此事深深不忿。他们游到龙宫，并向龙王说他们被路上的人类欺负。可恶，竟敢欺负吴的手下，此事岂能容忍？你们带吴去见此人，吴定必为你们讨回公道。OK， 升华二，好。来钓鱼吧。这个阴柔的少年为我们解决了烦忧，一起来感谢他吧。跟我们将水果与美食放到小杰面前，可是小杰没半点食欲，他一直担忧在另一个世界中正在战斗的同伴。那个，谢谢你的好意，钓鱼赶快去找风头，让他把我带回原来的世界。此时一个巨浪从湖面涌上，更把篝火扑袭，让水慢慢退去。虾兵蟹将再度出现在小杰他们面前，还带了一位陌生男子。小杰感到此人实力非同凡响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谨慎地观察对方。那人将视点移到小杰身上。是你把虾兵蟹将打伤的吧？对哦，对个屁哦。我觉悟的眼神很不错。少年，和吾交手吧。吾会让你知道吾等的真正实力。这人看起来比木法师还要强，必须小心行事。等下小杰变大杰，我告诉你。哇，小杰对手都是一关就一关这样子。吞没于巨浪中吧，我不会输的。先出拳头、剪刀、石头，每次都这一招。不过那个以猎人的强化系的角色来说，就是用拳头是最直接的，也是最强的。因为云谷师傅有说啊，就是强化系的人不需要什么必杀技。哇，我将会死掉啊。嗯，哇，这不好转，我就要死了。嗯，啊，有了。新出，
石头是攻击嘛，可是我也没有木珠。想一下，从哪里转其实都没怎么差、啊。哇！哦，还好。剪刀是全队攻击力回复力 1.6 倍，石头是7倍，布的话是发动攻击前以30倍自身对。哦 ，OK OK。来不及转，这头两秒转出了。真的好像有点慢哈、哦，应该可以啊。这时候可以开这个吗？哦，会被清掉？哎，不会，不会被清掉，太好了。好了，乱打。剧情哦，有慢着，怎么了？你是想认输了吗？我们这样打下去会为周遭的动物添麻烦的，我们要换别的方法来解决胜负。我才不想理会那长着满身长毛的生物。不过无论怎样的比试，我都不会输的。说吧，人类的少年，你想用什么来解决胜负？我们就用钓鱼一决胜负，谁钓的鱼多，谁便胜出这场决斗。龙王想到自己同饮大海这种事不肯难倒他，他勾起嘴角，心想这少年还真不自量力。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哇，好，我们来到第神华寺，最大的鱼是我的。龙王接受小杰提议，以钓鱼来一决胜负。于是他们便来到湖边，开始垂钓了起来。哈，有鱼上钩了。那不过是他的好运。小杰接二连三钓到鱼，而龙王却始终未有收获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，小杰鱼获越来越多。反观大海的领主龙王，却连一条小鱼都没有。龙王按捺不住，站起身：“你一定是用了奇怪的术法，我要到湖中看看。”哇，这样怀疑别人。龙王扑哩一声潜入湖中，而小杰不加理会，用鼻子哼着歌，气定神闲守在鱼缸旁。哦，终于有别的关卡了。哦，两关，那个洗一下。为什么这一场都是木珠？啊，刚才都没有。哇，会痛嘞，会痛。不要再两秒转珠了，两秒转珠真的是我的天敌。
棒棒。哦，你是一滴是不是？嘿，刚才没注意到。哇，防御变高了，糟糕！哼，搞不死啊！先把血回回来。会死。那只能用布了。无视定的哦，用石头，用石头。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了。哦，好险。有两秒短租，很讨厌。石头在左下角。哦，一回合哎！哇，你那在搞我吗？啊，有了，没有新珠，这里好石头，这什么？引爆木以外的腐蚀，所有腐蚀变成活力回来，自身攻击三十倍，自身无限防御，其他伤害不受伤。自身攻击对前方制造木质，回合结束时，自身进入两回合的平时状态。我是不能攻击嘛，嗯，应该可以直接打过他吧，看起来可以哦，十吧，好了，这集比较长，嗯。龙王潜到湖中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在湖中生了闷气。就在他爬上岸前，瞥见一道黑影快速游来，并咬着小杰的鱼钩。龙王定睛一看，发现那黑影是条体型比他还要大的巨鱼。那条鱼猛烈挣扎，但小杰没有急躁，灵活地收放鱼线。巨鱼离水面越来越近，但巨鱼感受到生命的威胁，猛力涌现，拼命游向湖里，想把小杰一并拉至湖里去。给我上来呀、啊！小杰大喝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奋力一拉，巨鱼的盾被拉出水面，落到小杰面前。小杰与动物一同兴奋地大叫起来。此时，龙王随浪回到岸上，他扫视那条巨鱼，盘手轻叹：“想不到区区人的小孩，竟有如此的蛮力，是无败的。太好了，那么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再侵犯动物们居住的部落。”侵占部落，我从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今日来，也只为了手下讨回公道。等等，虾兵蟹将，是你们搞的好事吧？那请饶过我们啊，龙王大人，我们以后都不敢了。哎，这确实吾的疏忽，我
我一定会好好监督手下，请原谅吾等为奴婢带来的众多麻烦。龙王带着下面鞋匠回到大海，所有动物都感到非常欣喜。哟，不愧是小姐，完美解决这部落的危机。现在就让我送你回去吧。嗯，要尽快回去啊。风头挥动法杖，小姐脚下便出现巨大的魔法阵，小姐身影在动物欢送下渐渐消失。嗯，觉得累透了，好像做了很长的梦，但不太记得了。哇，好，那我们小姐的故事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喜欢我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去，然后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 按下去，旁边铃铛也把它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能随时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咯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